接触老师。有一些话，同学想对老师说，请看 VCR。嗨。喂。晚安。老。叫。接。快。乐。献给蔡伟凡老师，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，然后想要感谢你这段时间以来对我们班的照顾。虽然有时候我们班很皮、很烦、很吵，但是你还是不厌其烦一直照顾着我们。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可以一样非常和平的相处，一起把握接下来的时间。教师节快乐，爱你哦！哎，那个就是我从国一一进去，然后就上你的课嘛，然后就觉得说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老师。虽然说呵呵你的管教方式真的还蛮严的啦，我是乙班嘛，然后我在乙班有时候都可以听到你在骂人，然后扁人的声音，还蛮可怕的。可是我觉得整体来讲，就是你的我是很喜欢你的教学风格啊，然后就是这个样子。教师节快乐！一开始在。国中的时候还没有被你教过的时候，就觉得你是一个很凶的老师，然后就很难亲近。然后后来国二的时候，就变成我们的班导，然后就突然觉得一切都不是我想的那样。然后你是一个很亲近的老师，然后很关心学生的状况，然后很开心可以被你教导，然后祝你教师节快乐。祝伟凡教师节快乐！伟凡教师节快乐 ！Hello， 伟凡老师，到我教师节到了，然后我很感谢你国中对我的照顾，然后以及以后高中半年的一些照顾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好好相处下去。教师节快乐！伟凡老师，虽然才刚来文森一个多月，然后跟你也还不熟，没有很熟。但是我觉得你管理教室的方式非常好，我们班地板很干净，然后中午还可以在地板睡觉，不像别班的地板都很脏，然后很恐怖。对，然后祝你教师节快乐。在国中被老师领教了两年半，然后现在上高中然后被你教到，真的是很惊喜。然后就教师节快乐，然后就希望以后多多照顾。给最高大帅气的伟凡老师，谢谢你这个几个月来的照顾，你是很好的老师，祝你教师节快乐！教师节快乐！伟凡教师节快乐！啾咪！给帅气十足的伟凡老师，教师节快乐！你是很棒的老师，啾咪！啾咪！啾咪，老师对不起。请问为什么你要对老师说对不起？因为我没有尽到学生的本分。教师节快乐。